2004真是过气歌手的元年，他们都带着自己的老歌杀回乐坛了。朱传雄十七年前的老歌《青花》这几天席卷全网，刚开始大部分网友都把这首歌当成新歌来听，直到听到副歌才知道这居然是朱传雄的《青花》。他刚发布时风头几乎全被周董的《青花》词抢走了，甚至还有人质疑是不是抄袭的周杰伦，连朱传雄的作词人自己都调侃还好发得早了几天，要不然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我们那时候在开玩笑说，好写是发在前面，因为他们现在这么红，如果发在后面，人家肯定觉得人家写的青花瓷，你写青花可不就是抄袭吗？紧紧握着青花，幸福信守着承诺，离别总则是一种度过，记忆又高翻还记得前段时间陶喆上天赐的声音，他调侃自己已经老了，没想到一句话就惹哭了粉丝单依纯。不过50多岁正是闯的年龄，最近他的演唱会又掀起了热潮，我们华语乐坛也有自己的 Love Story。 今天你要嫁给我的前奏一响，青春期的回忆全都涌进脑子了。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见到你们，听我说 Come on now，又有多少人跪求孙燕姿能重新开一场演唱会呢？但奈何我们的冷门歌手孙燕姿唯一的活动就是音乐节了。不过这并不妨碍粉丝们的热情，几万人把现场堵得水泄不通，都在等待她出场，话筒一递就是万人大合唱，这不就是女版的500吗？想不到许嵩今年都38岁了，但依然有着男大的气质，甚至在最近的演唱会上调侃自己是23岁。不过我说，谁家23岁的歌手有这个影响力啊？去参加音综竟遭到区别对待，本想用来捧自家新人，没想到却被压得渣都不剩。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，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。最近仙子参加天赐的声音，和节目组力捧的歌手姚小棠合唱，到了去伴奏的环节，仙子放的就是纯人声，没有一点伴奏，而姚小棠的清唱明显能听到加上了电音和混响，但就算是加上了外界的干扰，还是能听出来谁的嗓音条件更动听。每当阳光穿过滚落，像是你在笑着我，梦是会开花的云朵。每当阳光穿过滚落，像是你在笑着我，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。
朱传雄因为身体原因十几年都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里，好不容易参加一个音综，导演竟安排出道不久的孟美岐当台上的导师。孟美岐老师，可能两位老师会有更合适的合作。此节目一出，网友纷纷为朱传雄抱不平，虽然最后小刚惨遭一轮游，但如今的演唱会却是场场爆满，有作品有实力，想翻红就是易如反掌啊。你的多情书满我的爱情王心凌第一期参加浪姐时也是沉寂了许久，连节目组都不把她放在眼里，出舞台加上其他的镜头都不足三分钟，但没想到就是这位在角落里的歌手一开嗓直接引爆网络，一季给芒果赚了66亿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，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你一眼，表现搜索过气歌手的时候，街里面就会出现张信哲，会内心突然被抓了一下。过气这两个字呢，基本上听起来谁都不舒服，所以呢，能不讲最好不要讲。张信哲参加综艺时，也被节目组找来的素人贴脸开大，直接问他对自己过气的看法。此话一出，台下观众都吸一口凉气，还好被撒贝宁霸气回怼。过气可以说是形容一个时间状态，但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歌手被歌迷抛弃。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，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本以为是节目拉来充数的，没想到这些过气歌手开嗓就是断层第一，打得大家措手不及。冷门歌手孙燕姿平时低调的就像查无此人，甚至被小学生们称为小众音乐人，但当她参加晚会，立马把节目拉成了收视第一。弦子，他这一首不甘断了多少翻唱的退路，明明也没使多大劲儿，穿透力就是这么强。你让我独自沉闷着往红尘的酒，借来晚风下靠，敢与寂寞交手，那蠢蠢欲动却不曾愈合的伤口，来回试探思念的痛。鼓声让我知道冠军就是冠军，就算过期了十年也依旧能实力逆袭再夺第一。我无法传达我自己，从何说起，要如何翻译我爱你，寂寞不已，我也想能与你搭起桥梁，建立默契，却词不达意。而被菲儿乐队踢出菲儿的张文婷重新参加新综艺，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的回忆杀。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，勇敢后悔留下彩虹泪光，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，总会有个地方等待重要的是你的青春没给你丢人。音乐从没亏待过九零后，你以为的过气歌手可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，一曲唱完直接原地翻红。如果没记错，当年的 Tank 是能和周杰伦掰一掰手腕的程度，如果没有那一场心脏，其实没有在现场碰到过你，
但是很早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三巨头时代的时候都知道你。原来如今的一线歌手曾经也和我们共用过同一个青春，当徐良用一首《坏女孩》炸翻全网的时候，只怕连后台的大咖们也在欢呼叶青辉吧。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，很多人的梦想，像个时间胶囊一样的锁住了很多人的时间，这可能就是我的音乐的意义吧。慵懒地靠舞在陌生的街，黑色的眼线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语言，在谁的怀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，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，却回不到从前。会不会觉得自己在跟这个时代在脱节？当时力歌手被质疑过气，一句话霸气回怼，让你们知道国企歌手才是永远的神。我会觉得有一点过时，因为上一场的时候你没有问我怕不怕脱轨。今天这一首歌，我跟你说，我脱节我脱得起。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张靓颖与时代脱节了，人家明明都跟国际接轨了，好吧。